好，欢迎收看我的影片世界，我是阿婉。我今天来跟大家介绍是神奇宝贝卡，我今天来开封就是这一盒 XY11 爆热的斗士。然后这一弹的卡片有两个属性的卡片，就是一次两个属性的。对，那个什么酷人的什么那个我还没有买，对，这是我在日本买的，它上市的时候后几天才买的，它刚上市那天我有去看，可是我没有买。对，那今天就是要开封这一盒，那我还是不太知道这只叫什么名字，所以就纯开封吧。那还有一些商品，这个是替身的商品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我真的不懂日文，可是我非常爱日本这个日本东西。那么也要来开封这个吊饰，然后里面可以抽这些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隐藏版的。对，然后这里有它的那个扭蛋的公仔，然后这是我扭到的。我有扭到两只这个，然后这个一只，所以我总共扭了四个，因为这个重复两个，所以我就给大家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哪里，嘿嘿 ，OK， 好，那么现在开封这个好，因为包里面是什么，感觉超可爱的。什么呢？来，一二三，哦，一个第十一号，刚好就是纯替身，就是超可爱。这都是扭蛋里面的，这一个还有这个，然后这个也是吧？对，它扭蛋有很多种，这好像也是，然后这个也是扭蛋，刚好扭到一个专门的替身，还不错。这是塑胶皮，这样其实我还蛮想皮卡丘的。其实这里面都很可爱啊，对，没有什么不喜欢的。对，超可爱。好，那这个就先放一边。OK， 好，那么接下来开封这一盒，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它的卡盒。这一盒一样是20包开封，然后上次有介绍一件，这个是今天就上来开封这个，可以。20包，好 ，OK， 哦，打到它了，好，那么来开封吧，20包爆热的斗士 XY11 ，OK。那有人在询问那个破天的诺啊，我是有拍影片的，可是我觉得个人不是拍的非常好，因为我还是一样不知道那些卡片的名字，觉得播出来很丢脸。对啊，那就如果大家想看也是
我会考虑把它放出来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好。对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封面。这是橘色系列的 ，OK， 然后就是朱尼亚是非常粉的 ，OK， 开封第一包，好，这一样是广告卡，好，面，好，这个好，不知道什么的青蛙，好。就说都不知道吧，就比较硬些才知道。咦，哦，这个就是双属性的，这只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可是我看过它，哈哈，蛮好笑的。第二包。有些人看这些开封影片啊，就是希望别人介绍他们那个这个卡片啊，我都不知道，这就有点好像不适合拍这种开封影片是吧？对，所以就要去了解这些，因为它神奇宝贝实在太多了，真的，现在开始玩的话，开始记的话，真的是有点困难，而且又看不懂日文，更困难。第三包，Blake 的哲尼亚。这个是钢牙什么的吧，我也不知道，这个好像是那个石头的吧，这个 Mega 进化的这个道具，第四包，从后面看一下，感觉每次从后面看都会很好，他们好像是有排顺序的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就是有些人会知道，就是第几张、第几包会有那个好卡。哦，这张我好像上次抽到了，这个 EX 的，对。好，第一张 EX。第五包。电影要上映了，好像只有在日本播吧，感觉台湾好像没有要上映这个电影。第六包，感觉好单调，好像涂鸦的那种感觉，那个叫什么齿轮的味道。朱尼亚斯 Blake， 耶，超帅的，超想要这一张。给朱尼亚斯贝克，哦，就是这一只，叫这一只，
躲在他后面的。这个叫什么双刃丸呢、还是什么的，那个就是水水它的精华。哦，这尼亚斯，来看一下我开封第几包，第八包了，都没有在吃。水水塔，然后这个什么，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能量什么之类的，第九包，宝贝保育夹，我也不知道。第十包，山卡，包哈谁？还有十包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封了十二分钟，那么现在还有十包，2、4、6、8，对，那我们就不断落的继续开下去咯，那你们就耐心的看下去吧，因为觉得分段落比较麻烦，就是你们要点两部片，因为一样还是要看完嘛，对，不断落的继续开下去 OK。又是一个双属性的，对，好，十二包。4、3包，14包，快速的开封。稍等一下，好。哇，中了。
个就是主打的这张卡片。如果知道这一次叫什么名字的话，就请在下方留言吧，因为真的不是很清楚的 EX。OK。最后的五包，这后面感觉硬硬，然后以为捡到卡片。带蛮多重复的卡片呢。他的卡片应该我都抽完了，看一下还有没抽到吗？好，水水他，可以接不到，可以，哎，哦，这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耶，帅。最后三包，好像没有那个浮雕卡的感觉，怎么感觉都抽不到浮雕卡？为什么？那个叫做叫 Isa 的卡。是啊，还是他认为给我这一张就不给我一次了，我的 S 啊，拜托出来吧，我看我十张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2468张，哎，这两包会不会都好卡？预计是10张好卡，来瞧瞧吧。最后两包会不会有惊喜呢？让我们来瞧瞧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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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惊喜！你们看到吗？来狠的，3、2、1，亮！哇，又是一张 black， 这是谁啊？看得不是很清楚，是谁？哎。我不认识他。最后一包，还有一张，拜托给我，给我一啥吧。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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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噔噔噔噔噔。哦，不是 SR 了。OK，
这一张怎么感觉好像看过？哇，算了，有两张 flag。我来看一下主要的卡片，这张，这张。这一包，这个尼亚斯 Blake， 跟这个什么的 EX， 还有这个的什么 Blake， 还有这个的什么 EX， 四种 OK， 算是蛮幸运的啊，只是没有抽到我想要的 SR 卡片。这两张好像比较有用，也有不太清楚。这张真的超帅。OK， 那就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封介绍，20包，然后就是道具卡，好像没有场地哈，还有这一叠。看一下，哦，这张。原来就是它的最终精华，所以才有闪卡。OK， 还有我买到拿到一样的，想说一样怎么做成闪卡 ？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开封介绍。很幸运的，我们抽这两张，这个别人爆热的都是。OK， 那今天就开封到这边。哦，对了，顺便。讲一下这个，前一久跟大家介绍这个，我发现这好像是铁的哎，我也不是很确定，可这里面是铁的，铁含塑胶，你看这个声音，对 ，OK， 好，继续，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封介绍这一盒爆裂的斗士，好。那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的影片，那我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